啊，第二个就是咱得爱忘记背后，努力练习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哦，别去想过去嘛，你若想过去，就去让过去拔掉的。哦，啊，你要往前、头前，啊，搁足侪通做代志吼。啊，头前啊，足侪事通通做代志吼。你若一直看过去，你就无让过去你所拔掉。哦，所以你若继续看头前吼，注心伫注意啊，所得到成就吼。因为这时代有太侪事通去做吼。我较会做偌侪社会活动，你拢想无着？我做课后班的，我做到国中班哦，现在有四十学生伫个所在。拄开始教会一年投入偌侪，将近一百万。啊，做七年啊，我已经投资七百万伫这所在，收七百万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其实啊，足侪事通做吼。但是你当你也愿意去踏出去吼，其实你会看到效果吼。所以咱的囡仔无减少，青少年无减少，为虾米？因为你有做一挂福音的事工吼。啊，所以咱这时代有太多代志通做啊吼。咱的教会有特殊性，啊，会通做，咱应会通做。啊，咱徛伫这个所在吼，是咱现在所讲的精华区的，那太多代志通做的代志吼。咱若好啊做，其实通做出机会吼，所以唔通放弃，咱要继续奋进。我记得吼。诶、欸，对立面世界大战，最后讲一个故事哦，是丘吉尔的故事。丘吉尔讲过吼，一个上帝演讲时，就是伊伫对立面世界大战做英国的首相。迄时德国轰炸嘛，一直轰炸英国本土伦敦啊，啊，真侪人安尼死神嘛吼，啊，加无去啊，人拢都无去吼，所以一天去邀请去做演讲的时，大家足爱听这个丘吉尔演讲。到底这首相的地方讲什么话？首相讲一句话，伊讲永远永远唔通放弃。伊才讲一句话尔，哎、欸，听的人目屎拢流完。哦，原来信仰中间就是爱永远永远唔通放弃，唔通放弃咱对上帝信心，咱继续奋进行吼。咱有一天会慢慢行出个新路去，来到上帝所拣选的真侪走步吼。从过去就过去啊，咱做咱现在，我都是继续做，因为无下面咱太侪还袂相信的人，哦，所以大家努力拍拼，咱一段时间吼，伫咱的丢落啊，咱技术啊，咱在座所有人，只要大家努力拍拼，我今日打电话去，今日一条嘞，诶，咱今日做礼拜，比顶礼拜较侪啦，顶礼拜是因为太侪记者啦吼，哎呀，无啦，啊，无咱这礼拜做礼拜，你有感觉这礼拜做礼拜较侪人无？哦，我等屋企啊，你那样做啦，啊，可能四号我输关的啦，升标升，哎呀，变死搞这边，所以大家努力拍拼哦，咱来慢慢恢复哦。好，咱最后做一个结束，祈祷吼，祝愿你的帮助，你的听人伫我的心中，我过去有我的历史的背景，历史的背景真侪我的捆绑，有可能嘛真侪我的荣耀，祝你帮助我的教会，提供教会。放下一切事，单单的仰望你，主是你主要所祈祷心中，因为我相信主你给我的大使命，去普天的召万百姓来做良心，帮助我所做的利益上帝国的事工，也祝我倒下脚步，安尼感谢祈祷靠主来所应。好，多谢咱大家。我今天有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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